现在出场的是香港滑冰联盟梁毅，短节目65.93分，现排名第二位。梁毅的这套自由滑呢，完成的比较完整，只跳空了
一个跳。梁毅，对，我觉得表现得很棒，加油，继续甩。辛苦了，谢谢，我鼓掌。来看一下他的回放，整套节目的第一个动作，勾手三周跳，连画一点冰三周跳。第二跳的咒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，后那点冰三周跳。翻身旋转，这就是整套节目跳空的。勾手三周跳，第二次的勾手三周跳，后内点冰三周跳，连后点冰两周跳。四级的联合旋转，我们看一下得分。自由滑得分124.24分，总分190.17分，现排名第一位。